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我们为您呈现的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郑州站的比赛，我是韩燕。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大家好，我是蔡志贤。那这场比赛呢是71公斤级的一场超级战，红方选手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的李世元，南方选手是来自泰国的帕奇麦。对，这个 Patchman Shinano 台是他们这个电视吧台的一个好手，然后他通常都是以这个重拳 TKO 的对手，像他之前就 TKO 过土耳其的选手，也 TKO 过这个吉尔吉斯的选手，然后呢但是今年八月遇到一个巴西人比他更狠，把他打得摇摇欲坠啊，所以那个今天的李世远就是要比硬的，不够硬的话这个泰国人是不会怕你的。是李世远曾经是2016年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75公斤级的冠军，这是他在我们武林风的比赛应该是第几场比赛了。李世远在上一场对上安迪，对上这个波球的前徒弟啊，结果被波球前徒弟击败了，因为波球的前徒弟比他更硬。那今天看起来我们的李世远还是一样火力全开，看起来他的拳啊是比泰国人还重哦。我们在武林风走进泰国伦宾尼的时候，当时一龙作为嘉宾带着我们这个中国的队员去打比赛的时候，我记得他跟我们中方的运动员讲，就是你对阵这个泰国的运动员的时候，你不要等。是。那可是呢，中方运动员会考虑对方有膝撞有扫踢啊，他想等一下。这还会要对。你看，像之前张金虎他不等。一打拳，那个波球的徒弟就一个前脚的中扫，把肋骨给扫岔气了。那你包括这个有没有王鹏飞不等，那肋骨也受伤了。所以真的是要在不断的比赛当中去摸索出这个他们的一些是对付他们的一些招数。对，比如像这个中俄对抗的这个周威对上我们的这个列文，就只能等啊，因为对手膝盖在那边。是。我们再回到场上来。这个接轮山好重啊！好，今天这个李世远已经把他的重拳给拿出来了，但是呢，看起来我们的这个泰奇麦已经顶了下来，也适应了，要小心。等到这个目前泰奇麦适应之后啊，他开始用一些搂抱，那我们的李世远要注意一下。哇哦！就是你往前冲的时候就会碰上这个帕奇麦的这个膝法就上来了。这个帕奇麦已经这个主动在抓了，在抓李世远了。我们看这个第二回合的比赛。好，我们再回到这个李世远上一场对上这个波球的前徒弟，就是呢拼拳拼不赢对手之后他就开始出腿，但是出腿呢一直被安迪摔，因为安迪的接腿摔很厉害的，所以呢变成这一个李世远没有招式可以用了。哦，那同样接腿摔，你看这个泰国人他就不倒，我就靠着后脚跳到绳圈那边稳住正脚。那刚刚这第一回合我们的李世远被接腿就一撩就倒了，这两边抗摔的一个功力的差别。对，好，侧摔。刚刚这个泰国人就肚子往后一缩，就躲掉了我们的李世远的一个腿法，这标准的一个动作。对，那个动作很，而且很流畅的，是像一个瞎子一样。对对对。通常这样，那三段，这个如果他扫我下盘，我的下盘往后再一撤一下，那肚子往后缩；如果是扫我头的话，头往后仰，三段的一个防御。现在这个蓝方找回了他自己泰拳的节奏，对，所以对于这个李世远来说会更加的陷入苦战。哎，刚刚李世远接腿后的重击是他的拿手好戏，但打完之后呢发现这个蓝方派奇麦好像没有什么感觉，这个腹部的抗击打是非常强的。我千万不要被对方影响，你看这个蓝方泰国人他就是用他的节奏在那边点，还要催眠你进入他的节奏，千万不能跟着他。但对李世远这时候要注意。对，好，下劈腿。好，双方做拳法的较量了。
这个李志远呢，看对手晃，他自己也开始摇头晃脑起来了。这就是被他受到了对手的影响。有可能、啊，但是也许李世远自己也习惯这样的一个摇晃。这样的一个对。是。好，现在这个泰国底下的助威团声势浩大。是。啊，每次泰国的助理啊，都是来一堆的，不像其他国外都来一个或是没有，泰国都是人多势众。而且他们在指挥比赛，还有看比赛的那个，就是节奏营造的，对那个氛围特别的好。对，像上次在温皮尼就已经应该见识过了，是啊，对观众都可能配合。哎，哇，这一腿好凶哦！哎，好，还有十秒。在第二回合，李世远的拳突然熄火了，没有什么感觉有效的命中。好，湖南卫视淘宝官方商城上线了，看武林风，打开手机淘宝搜索5-6，参与红蓝阵营竞猜，就有机会抽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帮你清空购物车，更多商城品质好货等你来选。五，这一个高扫，侧帅但没成功。接腿，那个跳，他是那个，所以平常就在练单脚跳，那个对抗摔非常非常有帮助。到第三回合了，那我们李世源呢，在他的拳在第一回合打得不错，那第二回合熄了火了，对，看看第三回合能不能找出来。好，现在两个人的比腿。哎呀，李世源其实用拳继续进攻搞不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对，但是有些运动员呢，他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当对手给我腿法的攻击的时候，我也会还给他这个，就觉得我就对着给你来，对，老板踢回来，就反倒忽略了自己优势的地方。是。这个帕奇麦在这个台上跟他台下完全不一样了啊。台下是一个，他台下是什么样的性格？非常开朗的小男生啊。但他反倒台上没有显示出他这种开朗的，是啊，比较有些运动员在擂台上是比较爱耍的那种的个性的。他是非常的凝重，哦，对，非常的沉稳，那个眼神跟在台下完全不一样。好，那我们的李世远，他的进攻，现在的拳，李世远的拳的动作已经乱掉了。没有像第一回合那么有自信，那么有章法。你要把自己的这个章法再找回来，把你的规范性还有命中率再找回来。好，现在变成在跟这个老太拼腿了。后手，前手接完应该有后手，但是没有啊，前手打完就是一个腿。啊，有啊。但是刚刚两个前手加后手，那个后手就不够漂亮啊。对，应该就是说这个整个动作稍微有点变形了，受到对方的影响，没有那么准。哎呀，哇，那刚才就前手摆拳了，用力过猛，被对方一躲之后呢，就变成被让给对方了。对，哦，哇，章法有点乱了，调整一下。现在看这个我们的李世远场边教练没有声音啊，这时候也是一大的缺憾了，要有声音啊，都在这个非常集中全力的在看比赛了。对，你要去提醒李世远你应该怎么打比较好，因为毕竟李世远还年轻啊。哦，哇，接头的重击还可以，但是那个贯穿力也不够。好，十秒，能不能逆转了？能不能？哦，走！
李诗远最后的重拳反击，我们的帕奇曼闪得很巧。接腿，哎呦，接腿重拳，对手躲掉，然后打拳就被对手给控制跟反击。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7-30，二号裁判27-30，三号裁判27-30，比赛结果蓝方胜。